我是吴文鹏。跟大家一起见面，我刚才这首歌叫做《无穷》，你们之前有在戏剧上面有听到吗？或是电视上？是疯狂的打，我的朋友的妈妈也会说，哎，他们都会唱了这样，但是可能很多妈妈不知道这个原唱是谁，原唱是我，是吴文芳。这首歌它其实是在讲爱情，哦，不是，它不是在讲爱情，就是它乍听是很像爱情，但其实它在讲环保这件事情。我刚刚自己还搞混，然后我刚才看到，因为你们手上都有拿荧光棒嘛，然后有的朋友很可爱，他可能自己带了那个宝特瓶，然后他没有拿荧光棒，他就用那个手机的闪光灯，然后照在那个宝特瓶后面，然后就变成自动的那个荧光棒，好棒哦，谢谢你们，好环保，这也是一种环保的方式。好，那我在去年年底发行了我的专辑，叫做《我来自》，那里面有一首歌，我需要大家陪我一起唱。这首歌歌名叫做《心之所向》，没错，
里面有一段旋律是呜啊，一起唱好不好？怎么哩哩啦啦？再一次，是太难吗？好，它有一点点 R&B， 但是我们就是可以，我教你们小配合好了，就是唱 R&B 的时候头可以抖一下，呜，可以吗？来了，一二三 ，Go。男生的声音，女生的声音，太好了！这首歌《声音之所向》送给你们。借我你们的手，一起打拍子好不好？来喽！也曾经退后，若无所适从。脚步想想我们所拥有，生命的执着除了自己的，应该是你的指引会陪着我。 What will happen to your life? You'll never know. Light will guide you to a place you wanna go. Sing是你的心之所向的地方，你们的声音。你害怕的是本身并没有力量，真正拥有力量的是你的害怕。爱有多重要，为了谁都好。爱的人放心上微笑，真实的拥抱是很完整的，就算遇见你在天边海角。 What will happen to your life? You'll never know. Lights will guide you to a place you wanna go. 所有的声音那你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嗨，你好。嗨 ，Hello， 你好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好，我们往中间站一下，就是一个友谊的表现。太久不见了，我必须说一下，吴汶芳啊，她的歌声真的，一出来之后，我们现场每一位的现场的我们的听众大小朋友，整个都火起来了，有没有？而且必须说一下，我们吴汶芳他们的声音，就有一种充满灵性跟那一种气质。我跟你说，非常有质感。再给我们吴汶芳来点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我跟你说一下，我们是最近也是有发行了我们的第二张专辑，对不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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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？要不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第二张专辑？这张专辑名称叫做《我来自》，但是到底来自哪里呢？就是因为
其实在前两年，我其实发完那张专辑，然后就陷入一个很低潮的状态，因为就觉得哦，自己很多事情没有做好，是，但是自己的状态没有调节好，然后又加上结束一段很长的感情，那时候我的朋友他就带我去冲浪，好，对，去潜水，然后我就遇见了海洋，我其实得到了很多的力量，因为看到那个太阳从眼前升起，然后就顿时间觉得世界其实很大很美好，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我原地踏步，是，对，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挫折或是从海洋得到的力量，那都是我来自的地方。 OK、所以呢，其实如果说我们要找一些抒发创作灵感，其实屏东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是不是有空也可以多来屏东？第一次来吗？来很多次，来很多次，是不是？比如说一下我们屏东的小吃是超好吃的，真的好，很赞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希望如果吴文芳有机会也可以多来这边，然后可以创作，然后也可以留下来看看这里的这块土地。那么当然呢，我们今天呢，除了我们吴文芳他带来两首歌曲之外，我第一次看到吴文芳的时候就是在校园场合，那时候也刚好也是主持，比如说像都是校园场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艺人，但是吴文芳他一出来的时候就带着他的吉他，然后就这样一个人这样唱，我想说哇塞，真的假的？就一把吉他，因为其他有的带舞裙啊什么，吴文芳就一把吉他一个歌声，哇，全场马上就是安静下来，就是焦点的，整个人现场变小粉丝，真的是非常厉害。所以我今天也非常期待有没有这机会有可以听到我们吴文芳，如果说他有带着乐器或表演的话，哇，那真是非常的期待。有，我今天有带我的吉他。真的吗？好哟、所以今天有机会会就是弹一下这样表演吗？对，就现场自弹自唱给大家听。真的假的？哎呦，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，你们赚到了。而且必须说一下，其实我本人之前吴文芳一出来有一首歌曲，我一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，天哪，就中了，每天晚上一定要听，就是《孤独的总和》，对不对？天哪，好像今天有机会可以听到吗？没错，有机会。耶、大家来点尖叫声、太棒了，太棒了。今天大家应该不孤独吧？有音乐在，应该还好吧？没有，有吴文芳在，大家孤不孤独？不孤独，对不对？现场马上撩一下，你们怎么这样？好，那么我觉得我们也不要浪费，就是太多时间，我们直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吴文芳。绽放。
来掌声鼓励一下，太好听了，对不对？哇，我真的此生无憾了。谢谢。今天从上次有这个机会能够在现场听我的吴文芳表演哦。当然，我们所有现场的朋友，我们只唱这几首歌够吗？不够。不够，对不对？太好了，我也打算一直赖在台上。太棒了，我们明年如果还有我们再办的话，我们要不要再找吴文芳来？要好，对不对？那么当然必须说一下，今天来到现场每一位朋友真的有福了，因为我们吴文芳待会要带来的表演呢非常特别，还有带一位神秘嘉宾要来到现场，要跟他一起演唱哦。没错，这位神秘嘉宾的名字有三个字。其实本身还蛮幽默的，还好。对，而且必须说一下，这个组合呢又非常的特别哦，他们今天要准备的歌曲我也非常期待是什么歌曲，但是重点是我们这一位神秘嘉宾同时也是我们吴文芳的师兄。哦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韦礼安。韦礼安。现在让我们热情的掌声欢迎韦礼安，我们全方位创作歌手。哇，今天我们这两位要能够一起同台一下。哇，真的韦礼安暴动啊。好，我们呢也让我们韦礼安先来准备带一下我们的这个吉他哦。待会呢究竟他们两位要带来什么样子的歌曲，我也是非常的好奇哦。而且两位都是创作人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那我们的韦礼安今天也、我们是第一次来到屏东吗？还是之前就来过？屏东不是，绝对不是第一次。对，演唱数不清多少次了。OK， 来演唱，去年还前年有来过一次，好像是，反正我记得跟吃猪脚有关系。但是必须说一下，今天呢、我们这个屏东应该算是我们有史以来屏东最大场的，对不对？天哪，后面的朋友你们好吗？真的是太棒了。而且今天呢除了韦礼安跟吴文芳合作之外，韦礼安也会有自己的时间，也要带来他自己的最近的一些歌曲、对不对？我刚刚在台旁边听吴文芳说他要赖在这里不要走。真的吗？我觉得你们也可以一起赖着。我跟我同事说没有关系，那让他唱好了，先回去。喂，还是两位都今天一起住下来好了，好不好？什么？那有猪脚可以吃吗？有猪脚可以吃吧。哇，立刻不要了，还是有点想回去。好的。好，那当然呢，我们觉得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时间交给他们两位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吗？好，好，让我们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韦礼安跟我们的吴文芳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韦吴。好，不好笑。静哥，没有没有，你要叫观众这样啊，我们是韦吴，所以大家一起来，韦吴。太小声了，太小声，那就不要唱了，再来一次。好像还可以，好像还可以。好，我要调音，你要调音吗？我还好呢。那我调一下，你跟他聊个天。好啊，你们自己聊啊。有没有人今天有没有人？大家都是屏东的乡亲父老吗？有没有从外地特地从外县市来？我真的有。那边有吗？你们是从哪里来？高雄、桃园。哇、好远哦。有吗？有没有从国外特地飞来看的朋友？有吗？有，还是他们在乱挥手？我觉得是乱挥手。有吗？有吗？真的有。台北。美国。台北。啊，嗨，你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带来一连串的组曲。对。然后主要就是我跟问芳我们。弹弹唱唱这样子，但只有这样弹唱好像有点无聊，对不对？那要怎么办？等一下弹错要不要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要打赌是不是？对，弹错就看怎么样，赌一杯饮料。好，后台很多饮料，我可以现成拿给你。好，好来喽。那我先好了，我师兄吗？带来我自己的歌曲叫做《在意》。好笑啊！
起来了，谢谢谢谢，我把耳机戴好一点。OK OK， 很有气质的歌。
你怎么想标本住在我心里头，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，他们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，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，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，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，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，是公开的秘密，只剩你没拆穿我，在处心积虑终究是不关己，勇气我就是不灰心，我且爱且走，其实在等你是最后的默契，要是我没有错过就别再回头。
天还开心吗？那可以把你们的双手借给吴问芳吗？跟着他一起打拍子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这首歌应该很多人都会唱，一起唱好不好？一起唱好不好？一时是一不免怨叹，一时落魄不免胆寒，若当失去希望，每日醉茫茫，无心有体亲像稻草人。人生就亲像海上的波浪，有时起有时落，好运歹运拢莫照起工来行，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，爱拼才会赢。非常好，让我们欢迎我们的喇叭手吴文芳。人生就亲像海上的波浪，有时起有时落，好运歹运拢莫照起工来行，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，爱拼才会赢，爱拼创作这个一曲的歌曲，来点掌声加尖叫好不好？这一串主曲真的太厉害了。那当然，我们要请两位先留步一下，我们一起来跟大家来个大合照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